来，哎呀哎呀，上去就打。咱们还想跑呢。我去干别的活，杨嫂在家，你看看，给这四只狗啊又做了月子餐，这是八个猪蹄儿，嗯，还有四个大鸡腿，四个大鸡腿，嗯啊，还有菜，还有鸡蛋，整的不错嘛，嗯，我还想呢，如果不够的话，罐头加罐罐头，对，一个狗加罐罐头，然后茉莉的话肯定要加，可以吃的，可以吃罐头，可以了吧？但是你得先把这个吃完了。然后再加、嗯、你要是把罐头放上面的话它容易掉肉，就把那罐头给埋没了、嗯、这个汤也没放这一块，怕凉不凉，凉不 是汤还热着呢，刚才烫手的，我摸了一下，先吃，出来吃吧，这次出来吧，嗯，省得在窝里，你在窝里大家都看不着，拉开拉开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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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开啊，拉开，懂事乖巧，这不是先吃，猪勇猛，你看饿了，来吃吧。压压啥呢？往底下。藏了。压压压，可别丢出来。上草坪那边吧，这不行。走，咱在这个啊，那块光地儿光。嗯，来来来。啊，这块地儿还光一点，小多米，哎，你看这个什么菜都吃，就喜欢这种狗，不挑食。吃起肉来也是有一手。哎呀，你这肉炖的太烂乎了，这个主要焖的时间比较长。嗯，卡嘴了，卡住了，吃太快了吧。
慢点吃，这可不是西食啊，慢点吃慢点吃。不要跟多米一样上去就卡着了，你可别那样啊，你慢点吃。哎，又该说你了，这好几天了，不是，这多少天没吃饭呢，这是。不知道吃啥好了，这里边好东西太多了，挑呢，哪个好下嘴先吃哪个。你的速度，小盆里吃啊，不许掉出来，甭管他了，咱们还想跑呢。你看看，哎，关门关门。哎，我看你这次上哪吃，小妹妹，你就躲那吃吧。反正你得躲着我们。吃吧吃吧，门给你抢，吃吧，你看。我给这谁啊，给他来两罐罐头。两罐，行行，省着跟你吃不饱似的，饿成啥样了都。感觉这个院子做的怎么样啊？如果要是大家感觉好的话，请为杨嫂点赞。非常香，今天给他们做的啊，他们也爱吃。我现在我看着他们吃这个猪蹄的时候，我那口水都流下来了。